把两个糖果皮肤呢，用雷球卷红面饼收掉，再用奥利奥磨成粉末，做成假人球，想瞒天过海，但为什么家里的面饼在？ 妈，给我解释！看我，刀子在你就完了，妈。
老人家喝什么可乐？喝果啤茶，养生。妈，你是偷喝可乐了？谁放给你的可乐？我一直在打游戏。说明喝，你有什么证据？你骗我，那不杀你就完了。儿子。